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满满份蜈蚣精，今天来还债了。答应给大家的夏日美鞋分享呢，今天来报道了。因为我经常要拍照给大家分享穿搭嘛，所以呢，我会买很多新的搭配，就像这些新的鞋子，然后还有一些新的包包什么的。啊，今天呢是一共挑选了8双鞋子，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然后，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知道你们呢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去冬天这个有些许冻脚的季节，像匡威那样的帆布鞋呢，应该是每一个时尚弄潮儿们必备的一个鞋型。然后今天的这一双呢，是我最近新购入的一个懒人帆布拖鞋。像我这样子的懒人呢，平时就是很喜欢去穿懒人拖，但是如果是正常的帆布鞋的话，把它踩脚穿就会有一点点的费鞋，其实呢也是有点舍不得的啦，而且呢会非常的硌脚，就你穿起来走路以后呢就是一拐一拐的。所以像这样子直接没有后跟设计的鞋子呢，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天使，就非常的好穿，然后呢又很好搭配。给你们上脚看一下，噔噔，还是很好看的，虽然这个动作呢不太的优雅。我当时看到这个橘粉色呢，真的是一下子就戳中我了，它就很适合搭配五颜六色的衣服，就很冰淇淋，很夏天，还是蛮好看的吧。接下去呢就是这一双一脚蹬的奶奶鞋，是一个超级好看的 baby 蓝色。我其实是买的不止这一个颜色，我差不多集齐了五颜六色吧，就有粉色的，然后呢还有黄色的、紫色的、绿色的、白色的。对，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鞋子呢就非常的好搭配，很适合我们夏天穿小裙子啊什么的。这双鞋呢它是这种软皮的，上脚之后呢就脚感非常的柔软，夸张一点讲呢就是上脚之后呢就跟没穿鞋一样。鞋口这里呢它是做了这种小褶皱的设计，就会比普通的包边呢看上去更加的会有 lady 感，就可以把我们的脚背修饰的窄窄的。但是我呢还是不太建议就是脚背宽或者是脚厚的姐妹们入手，就可能会干吃了。但是呢你们也可以稍微的试一下，不适合呢再退嘛。后面呢它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小揪揪，就很适合脚小或者是比较容易掉分的妹子，它就可以起到一个微微的固定的作用。这双鞋相比之下的性价比我觉得还是挺高的，就像你去上学、约会或者是上班的都可以穿，而且穿起来呢也不会打脚。接下来呢就是 Gucci 的这一双尖头鞋，我超级超级喜欢的一双，穿起来呢就是女人味十足。我之前有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还蛮在理的，就是不管潮流怎么变，女人的鞋柜里面呢总会要留一个位置给尖头鞋，大概是这个意思。其实我呢是很少去穿尖头鞋的，你们看我以前的照片几乎是发现不了我有穿尖头鞋的照片，因为我感觉尖头鞋穿得不好的话就会有点老气。但是这一双我在专柜试的时候，我其实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那里穿，没想到上脚之后我真是啪啪打脸，就它真上脚之后超级的好看，我就当下马上我就不剪。像它这个款呢它是有黑白两个颜色，然后我是比较喜欢这一个黑色，因为我的脚是属于那种比较胖的嘛，然后这个黑色呢就会比较的显瘦，而且我觉得这个黑色配这个他们经典的金属扣，我觉得这个配色呢我会更加的喜欢一些。重点是它后面呢还可以这样子踩脚的，它是有一个踩脚的设计，就你也可以把它当做拖鞋来穿，就很适合我这个懒人。像平时穿一些小西装啊或者是小裙子啊这种比较气质化的衣服的时候呢就可以穿它，就很皮筋气质，就显得我很精致。然后呢今天我也是准备了两双鹿角的凉鞋，让你们看看这两双。那我就先来说这个黄色的吧。我觉得大部分女孩子呢都会有一个想要征服高跟鞋的欲望吧，但是每次上脚之后呢就可能会被现实给击垮。我不值得上，我也是其中之一。不过我觉得姐妹们呢就可以一步步来，就不用一下子就冲到10公分，我们可以呢先从3公分的开始慢慢的练手，先适应一下高跟鞋的脚感，然后呢再一点点往上面增加它的高度。像我手上现在这一双一字带的凉鞋呢，它的设计其实就是非常的简单，就这种设计简单的款式呢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百搭，我几乎身边所有的姐妹呢就是人手一双一字带凉鞋，只不过呢可能是颜色或者是它的高度不一样，所以像这种鞋子呢我觉得是完全可以避免入的。我这一次呢就是入了这一双黄色的，因为我感觉这个颜色很特别，很夏天，可以搭配一些小裙子啊什么的，就会很小女生的那种感觉。它前面这个方头和后面这个方边的设计呢，我感觉其实是有一丢丢的气质感的，所以我感觉像坐办公室的姐妹们啊就可以试一下这种鞋子，就还可以让你增加一些小高度，更加的有气场。
这一双黑色的绑带夹脚凉鞋呢，是我在一家买手店里面淘过来的。其实呢，是看了师姐的安利，然后被深深的种草。像它呢，也是这样子的大方头，然后鞋背上呢，其实这个也是有点类似于一字带的设计，但它呢是那种像小羊皮一样的材质给扭出来的一个形状，就软软的，很舒服。像我们夏天鹿角比较多的时候，就比如说穿一些短裙啊，或者是短裤，只要你的脚踝不是特别的粗，你的小腿不是特别的健壮的话，我觉得都可以试一试这种绑带式的凉鞋，就会感觉上脚呢还是挺秀气的。但是这一双呢，它是比较偏潮酷感觉的，再加上呢它是平跟的设计，所以我平时呢就会拿它来搭配一些热裤露腿或者是一些深色系的衣服。接下来呢就是这一双白色的镂空编织拖鞋，没错，它又是一个方头设计的鞋子。我今年真是买了好多方头的鞋子。像它这一双呢，它的鞋面是这种编织镂空设计的，夏天穿呢就是会很透气，然后也不会闷脚。我觉得这双鞋搭配那种长裙呢，就会有一种那种文艺青年的感觉。反正我每次穿它呢，我都感觉自己很淑女，就不敢大声说话的那一种。然后呢也可以搭配一些浅色系的牛仔裤啊什么的，就会有那种街潮的时髦感。像这双鞋呢，它的出镜率就是非常的高，因为它非常的百搭，然后又是一个基础的白色，就很好做搭配，还是很不错的，超级喜欢这双鞋子。我有时候觉得我就可以叫做拖鞋女王，因为我真的超级喜欢穿拖鞋。然后你们可能有时候看到我的照片，上半身的时候就是那种人模狗样的，指不定下面呢我就是穿了一双拖鞋。像这一双人字拖呢，就是给我一种很简约，然后呢又是那种很好看的感觉，就不会有那种穿拖鞋的邋遢感。矮个子宝宝们呢就可以看一下这一双，它其实呢是一个厚底松高拖鞋，下面的这一个底呢大概是有4厘米左右吧，不要声音哑了，4厘米左右。然后它上面的人字呢是用的一个白色，底呢是用的一个黑色，就不会给人感觉很笨重，穿上脚呢就是一种又随性又时尚的感觉，还是挺好搭配的。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条 T 就非常的配它。不习惯分脚趾的姐妹们呢，就可以试一下这种基础款的平底拖，这一双呢也是非常适合像我这样子的懒人。它用的是一个帆布拼皮的一个设计，鞋底呢是一个深棕色，就很气质的一个颜色，和这一个鞋面的米色帆布拼在一起呢，就感觉很简约。但这么看呢可能觉得没啥好看的，但是上脚之后它真的非常的休闲百搭，就很适合我们日常搭配的需求。真的就是最近这几天除了下雨天呢，我就是不想糟蹋它，几乎每一天呢我都是穿它的，就它搭配什么呢都是毫无违和感的，而且上脚真的是超级舒服。就它的脚感，我觉得是我穿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它脚感是最让我感觉满意的一双了。好了，以上呢就是我最近购入的一些小鞋子们了。然后当然呢接下去我还是会买的，所以你们如果还想要看什么单品的分享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踊跃的告诉我吧。那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大家拜拜，嘿嘿。